种年龄层、各个等级的学生了，请大家自我介绍。同一个班的同学陈逸轩，辅仁大学毕业，专长是语文 A， 还有烹饪 A， 哇哦，大家看不出来吧？接着是好年轻的小妹妹杨雅竹，目前还在复兴美工就读，对于图像的敏感度可是很自豪的哦。第三位同学是东方技术学院的曾少宗，乖乖的外表，其实人调皮的很，一肚子鬼点子，今天可以好好发挥吗？再来是小鬼，最引以为傲的专长就是早起，希望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你加油啦！说自己没当记者很可惜的许千云，还没上课就开始先爆料，哇哦，等一会儿还有辛辣的八卦可以听吗？好期待哟！最后是以前很帅，现在很好看的流线小胖子张克凡，专长是让女孩开心 ，Make girl happy， 不要因为秀过头忘记好好答题哟。翰林老师是会修理不认真的同学的哦。好，考试开始，大今日功课表。你看过科学小飞侠，但是你会唱吗？飞呀飞呀，小飞侠，在那什么地方尽情地飞翔。想不起来，对不对？那今天一定要专心上课哦。Check it out。好玩的自然题，九和九。Do you jump? I jump。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颗螺丝，你一定要好好的活着。他到底要不要 jump？ 金鱼为什么会喷水呢 ？Check it out。考你逻辑概念的三 D 几何题。Yeah。走一步让你看题目，你能猜得出立体方块听起来是什么东西吗？没错，惹火的数字女郎身上哪些部位有数字呢？揭露重要世纪的历史题，今晚给你杨太太经典武侠剧《港星云集》珍贵片段，敬请期待哦！从现在起，全程锁定哈林国民学校，记下正确答案，拿起手机传出简讯，就有机会可以赢得哈林国民学校校服、酷炫的 MP3 随身听、流行的运动系列商品。以及超时尚的电动咖啡机，哇，还有海洋馆入场券，以及奖学金5000元。抽中参加奖学金挑战赛，还可以来现场让5000元变成10倍到50000元哦。你答对了吗？赶快打电话进来回答问题，就有机会参加我们的奖学金挑战赛。全体注意，唱首歌吧！音乐题，第一个音乐题是什么呢？喜欢看卡通片的小朋友都知道，就是飞呀飞呀，小飞侠在那什么地方尽情的飞翔，看他们多么勇敢，多么坚强。哈，哎，都不记得这种词。有没有人看过？不会，有看过，但是当然有看过啊，小时候一定要看的。有啊，乱讲，有些人就没看过。没有没有没有看过，对不对？没有看过，谁看过？没有。老师。小飞侠，哦，飞呀飞呀，小飞侠，在那什么地方尽情地飞翔，看他们多么勇敢，多么坚强。什么歌都这么好听啊？对，卡通歌也变好好听，真的。到底是什么地方飞翔？告诉我们。你心中已经有答案了吗？赶快编写简讯 HA 发送到55123回答问题，你就有机会赢得哈林国民学校校服、酷炫 MP3 运动系列商品、时尚咖啡机、海洋馆门票或5000元奖学金，还可以参加奖学金挑战赛，让5000元变成50000元哦。好，各位写好了，待会呢告诉我们答案，用唱的。小鬼同学，飞呀飞呀，小飞侠，在那湖人主场尽情的飞翔，看他们多么勇敢，多么坚强。科比的球迷，湖人主场啊，小飞侠，科比布莱恩，小飞侠。哦，还有连接的，对啊，哎，他的外号真的叫小飞侠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不想拿奖金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是为什么？哦，不想拿奖金，继续讲，那时候还什么湖人主场，告诉他答案是什么？来，飞呀飞呀，小飞侠，在那蓝蓝天空尽情地飞翔，看他们多么勇敢，多么坚强。确定，那蓝蓝还是
不是什么天空，是认真的做。我知道。同学，来，加油，加油！小飞侠，在梦里曾被路尽情地飞翔，看他们多么勇敢，多么坚强。还说你看过，还会唱，就是中气差一点。林森北路，来郑少东同学，好。飞呀飞呀，小飞侠，那温柔像你尽情的飞翔，看他们多么勇敢，多么坚强。什么东西打击到你什么？奇怪，只有这个该走情色派的，反而正正经经给我们一个蓝蓝天空。哎，讲什么话？我是以前偶像团体的，我也是啊，他也是，我也是啊，有你小子也是。哎，我已经离开很久了。你啊，你也是啊？对啊。哇，你们自己不说，大家都差点忘了呢。这三位可都是鼎鼎有名的历史偶像团体出身的哟。他们分别是祖师爷、红孩儿、丸子以及柯林小子，请各位观众千万不要忘了我们哦。老师为各位来一个正版，哇，这不能太流行歌曲的唱法。飞呀飞呀，小飞侠，在那天空边缘尽情的飞翔，看他多么勇敢，多么坚强。就算你们不写这个答案，谁想得起来是天空妹妹？对啊，你记不起来？想不记得天空两个字。顺便告诉大家一件事情，这个歌的作词者，我们这一辈的人很熟，有一位老方文山。嗯，不是，林嘉庆。可是虽然他作词，而且这个词做的还好棒，还挺有味儿的，还不赖，是不是？对。好的，恭喜各位，没有一个人得分。下一题。好像又有意义的自然题。哦，杰克，我好幸福哦。我都是 I'm the king of the world。船撞到冰山了，九哥在哪里？杰克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别紧张，罗斯，你先跳，我待会就来，Oh,不， you jump, I jump。哦不，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颗螺丝，你一定要好好的活着啊！不，没有你，我怎么活下去啊？到底要不要降头啊？哦，还死了，让我来帮你好了啦！金鱼为什么会喷水呢？厦大的啊，夏威夷大学同学一定很有知识。我的答案是。好幽默，不可能。雅竹觉得幽默，他觉得你们这些北北好可笑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怪北北张克凡究竟是写什么可笑的答案呢？下一节课回来，大家一起来笑哦。金鱼为什么会喷水呢？告诉我们，金鱼为什么会喷水？你心中已经有答案了吗？赶快编写简讯 H A 发送到55123回答问题，你就有机会赢得哈林公学校校服、酷炫 M P 3运动系列商品、时尚咖啡机、海洋馆门票或5000元奖学金，还可以参加奖学金挑战赛，让5000元变成50000人哦！时间到，小鬼同学，我的答案是呼吸，呼吸，对。呼吸，所以要喷水。对，我觉得应该是跟他的呼吸道有关系。那个洞好像他的鼻孔。对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我是乱讲的，我告诉你。我真的这样觉得。好，真的这样觉得。好，来，许倩云同学。我的答案是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他要向下沉啊，要先把一些东西排掉才沉得下去。潜水艇。大概吧。潜水艇要下去，就要把里面的气体排出，不是？好像还蛮有道理的。好像有道理耶，好厉害哦，聪明哦。
我们不要讲潜水艇嘛，那个小玩具有没有小气里面有气的玩具，你要让它下去，气要先压下去，不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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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真的耶！对吗？什么？张同学，厦大的啊，夏威夷大学的同学一定很有知识，常常去赏金嘛，对不对？换气，我的答案是换气。小时候老师有教啊，换气啊。真的假的？但我后来觉得，我自己的看法是，我觉得他太调皮了。好烂啊！好幽默。不可能换气呀，因为下去那么久，要一直换气，他一直上上下下，上上下下，上上下下。你不用发表意见，雅竹觉得幽默就可以。雅竹要来攻击是吧？来啊！雅竹觉得幽默，他是觉得你们这些北北好可笑，你知道吗？来，小朋友，14岁啊，十五。15，哇，这么大、啊！时间晚了，赶快回去，差不多啊。对，快10点了，要回家了。对啊。告诉我们，我的答案是水喝太多。不简单嘛！哇，对不对？吃太多就要去上厕所，对，水喝太多就要把它排掉。那应该是尿尿才对啊。哇哦，他尿到这，从这里尿，看尿。水喝太多，所以从这里喷出去吗？也对，他为什么不尿出去呢？对啊，因为我想说他可能一直在海里，然后嘴巴张很开，然后水会一直往里面灌，所以强迫性的没办法。对，哎，郑兆珍同学，我的答案是换气，但是呢，还有一点是因为那个金鱼啊，它是吃浮游生物，像吃小虾米。所以他必须要吸那个水之后过滤一些那个食物之后再喷水出去。我有在看 Discovery 跟动物星球。如果你的答案那么棒，你回答的时候又有点自信。好，不要说我的答案是换气，换气，还有吃虾米，吃虾米，就是双重功用。对对对对对。好，逸轩同学。好，我的答案是换气。清理它这些吃进去的小东西，然后把脏的东西把它喷出来。哦，对，答案是什么？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。憋不住气了，换个气啊，舒服。正确答案。金鱼喷水是为了换气，你答对了吗？真正答对的两位，分别是小鬼跟张克凡同学。不公平！什么不公平？不公平！没事干嘛瞎补充？还吃虾？整理你的逻辑概念，三 D 几何题，三 D 几何题都来了哦，各位。哇！考考你的视觉。好，这一题呢，看到答案。就按铃，就按抢答，好，一按铃，画面就停。如果一次猜不到，我会再给你提示。非常困难的部分，请出题。什么东西啊？你们不要跟我讲是地球啊！玩艺人啊！好，我说什么？凤梨，喷它。谁？我张克凡，台湾地图，喷死他！我！同学，请说。向日葵，喷他！不是。徐倩怡，一个海中的生物。什么烂答案呐、啊？喷死他！好了，我让你们缩短一下好了。吃的，谁按的？我按的。说，荔枝。答对了。哇！怎么可能？哪里？好强啊！你跟凤梨榴莲的皮有点像。荔枝不是红色的吗？这题目跟年龄有关系吗？你常吃吗？没有。那你怎么知道？因为它的纹路很像啊。可是荔枝不是红的吗？来看看到底是什么。Check it out。正确答案。哪里像啊？哎呀，这个颜色，它有颜色不够红嘛？对，有
颗褪色。对啊，你补个色嘛。好了，又有一位同学进入我们的初级班，张同学。好了，好，还有三位啊，还有三位啊。如火燎原的数学题来了，睁大眼睛看清楚哦。注意看，数字女郎身上哪里有数字？这一题很难哦。惹火燎原的数学题，三题问题是：要睁大眼睛看清楚哦。张同学，你有没有在看呢？我原来以为这一题是我强项，结果徐倩玉同学。你知不知道你按了？知道，我知道。哦，我还在算，腿是68。嗯。然后第二个那个是28。在哪里？第二大腿内侧。等下，我想一想，我想他跑过去的时候，在腿上，你是在腿上？对，在腿上。哦，你答一题可以花好久的时间。28，然后另外一个在腰，这个好像是34，所以加起来应该是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0。对不对？哇！喷死你！不冷喷你干嘛？还有没有要答？小鬼同学，第一个是腿嘛，腿是68嘛，最明显，最明显。第二个是，忘记第二个是哪？大腿，大腿。我给你一个提示，那56，然后最后一个是在肚子上嘛。35，然后三个加起来等于159。哇，好厉害！哎，你看加错了多可惜啊！然后你一定想，我怎么会加错呢？没有加错，干嘛？可是他的数字到底对吗？作弊还有那么大声的？你好歹做传个纸条嘛！好，张正凡，好，第一个当然是在。右腿上，哎呦，哎，看到右腿哦。第二个是在腰，腰，侧腰，侧腰。OK。第三个呢，分别是68跟28。没错，没错啊。第三个呢？完蛋，好像很紧张。第三个谁在把不把不啊？第三个是在倒过来的肚脐的，倒过来，正过来，它就不是肚脐了。对，肚脐那边35，所以加起来还没加过的呀。三131、2、100、131，喷他！再看一次哈，最后一次了。再一次啊！三千，你是？要睁大眼睛看清楚哦。你怎么样？有答案了。有答案，小鬼按的零有什么用？第一个数字68嘛，第二个数字是58嘛，第三个数字是35，哇哦，加起来是不要加错哦，161，嚯，比刚刚错的还厉害。小胖，谁啊？叫谁啊？小，不是叫你，你回答干嘛？大胖啊？告诉我们，他刚说161是错的吗？你也一样吗？我干嘛跳出来？告诉我，第一个答案68，第二个是26，第三个是34，所以答案是128，对不对？没想到这么难呢，好难哦，奇怪，等一下，我要告诉各位，他。该错的不错，不该错的错。那他到底错在哪呢？我怎么可以告诉你啊？我想知道哦。你知道吗？他真是差一点啊，差一点。我知道了。再给我一次机会。第一个答案是，答案是26。第三个啊，第二个答案是28，第三个答案，等一下。所以答案
对了。哇塞！你是脑子被冻坏了是吧？猜什么？今天你的同学们够笨，你还开心呢？正确答案68加上26再加上35等于129，你答对了吗？恭喜，笨妹得到3000元。哇，笨妹还得3000元，那其他同学你们好好反省一下啊！全民运动，预备起，体育题，动起来，动起来！哈，到了我们的体育课，今天的体育课呢，还是我们的睡美人健康操。哇，我们请来谢老师。睡美人健康操运动学理，这是一个训练背部肌群、腰力以及腹部的运动，借由身体以及腿部的伸展前进，可以达到提臀以及消除腹部脂肪的效果。要通过这个运动的考验呢，智力、耐力、体力以及手脚的协调性很重要哦。马上来看我们的第一组比赛。三个男生，三个女生，所以应该是一男一女。好哦，有没有要选张个玩？没有，我们让女生选好了。好好好，我摸一下，有没有抽钥匙就对。没有人要选，我就分喽。我跟张克好。哎呀，怎么一下抢起来了？哇，抢手！38岁跟18岁都在抢我，没有办法。38岁，没有，他38岁，我了。那我不要他好了，那我跟他好了。好了，最老的跟最小的啦，你要就这样的啦，好不好？两个配对。来，那就第一题，不客气。OK， 准备好了哈，加油！我们要宣布睡美人健康操开始。哎，两个人都还蛮标准的哦。哎呀，小鬼不错，小鬼不错。哎，小鬼不错，你看真的瘦的人快。哎，两个人差一点哎。小鬼赢了，小鬼赢了。小鬼赢了啦！靠脚，靠脚了，靠脚了，谁先躲开？谁先躲开？谁先躲开？救命啊！哇，果然输在脚趾头。你看，输在脚，输在脚上，转错了啦！你，哎，叫你转台式，你转到中式去了啦，你会不会啊？第一组的冠军许同学1000元，来，老少配，就上了吗？怎么会是讲你？怎么会是讲老的老的？加油！好了啊，来，各位睡美人健康操开始。哇，你看，厉不厉害？而且他动作很标准，你知道吗？雅雅猪加油！雅雅猪，哎，可是女生也不错哎。啊，雅雅猪加油！就看临门一脚，临门一脚，脚力不厉害，脚力不厉害，得分！好厉害呀！哎，你看，你看那个妹妹脚够不到。汉哥，汉哥，我发现一件事情哎，你脚在夹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可是手还是不。莫名其妙的想要牵手，还在那边扭，他拽着呢，现在。哎，他还在讲，有运动家精神。我们就等他把电视打开，好不好？你转开啊，转上面的，下面的，下面的，是上面的。他脚根本没夹到那个东西，怎么转得开？你身体再过去一点吧。哎，我觉得啊，他是一个没有锻炼好的口足画家。你有没有骗人？我就是他，我就是他先到，他也转不开啊。好了，我们的张同学得分。哎，不过说老实话，你看那个妹妹娇小，她就很快。对啊。有没有很累啊？你好像没有很累这样子。不会啊，不会哦。嗯，这 baby 费还是有用的哈。对啊，而且张北北竟然身躯那么大，可以爬那么高。真的好厉害一只。一般外面都叫我反宅啊，你在搞什么？什么叫反宅？什么啊？反宅啊！哎，谢谢。是反宅吗？你听错了吧？是反宅吧？反宅。来，第三组，请就位。加油！加油！这一组哦，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谁会赢。而且我们
难讲，智商又差不多。哎，也许体能很好，好不好？来，你的手肘要小心啊，要在枕头上啊，不要撸到地板。加油啊！准备好了啊！选加油！睡美人健康操开始。哎呦，哇塞！哎，曾少忠厉害，曾少忠厉害。以前的动作超快。曾少忠厉害，曾少忠厉害。哇塞，这都蛮强的。曾少忠那个厉害了。曾少忠，你不要吹牛。脚抽筋，脚抽筋，你转过了没有啊？好的呗。赵哥好厉害哦！哇，你看，这就是我们标准的头脑简单、四肢发达中招中同学。那逸轩呢？很荣幸得到今天的最后一名，四肢也不发达，怎么搞的？赵哥好厉害。转回来，哎，对，曾少忠很厉害，他转了一圈才转到，有这种人呢、啊。最后民族冠军曾同学，最伤脑筋的语文题，最特殊，我们的语文题白痴倒数法，题目是什么？长大，你们不要韩剧看多，以为什么大肠哈？长大，请发挥你的创意。你心中已经有答案了吗？赶快编写简讯 HA 发送到55123回答问题，你就有机会赢得哈林顿学校校服、酷炫 MP3 运动系列商品、时尚咖啡机、海洋馆门票或5000元奖学金，还可以参加奖学金挑战赛，让5000元变成50000人哦！可以了啊，时间到，来，小鬼同学，我的答案是，报告那个班长，大家都很肚烂你。有看到、哦、报告那个班长的啦，可以想突然班长抽死你啊，没错。来，徐千云同学，我的答案是，因为我以前都念女校，那我们班会有一个班级，他们不爱念书，可是女生每个人的胸部就是特别好。你是做论文的、啊、前面还有引言的，所以根据我的观察，要当选海咪咪班的班长，大胸部是必要的条件。还有海咪咪班的、哦，嗯，海咪咪班有啊。张克凡老师一定想去教海咪咪班的，干嘛、啊？我，对啊。你的答案是？我的答案一向都是文情并茂、生动活泼，而且还有语助词。来，老师都抓不住你的节奏。我的答案是，你不要以为你的比较长，大家的就一定比你短。哎嘿。什么？好烂啊！虽然低级。哎、欸、嘿是什么？这叫下流语助词。什么东西？没有啊，就是铅笔，有没有？对啊。哎嘿，这个跟大家走不同路线，对不对？长跟大，哎。我的答案是，关云长大哥是个汉子。哎呦！等一下，我们不要被他那个表面上迷惑，这几个字有没有写错？关云长。大哥是个都没错，他的云怎么长得很怪、啊？因为我多写一横。哇，中间有两条哎，仔细看是关耀长大哥，关耍长，关耀长，这个不错。来，陈同学。好的，我的答案是，其实跟那个雅竹的有点异曲同工之妙。萧万长大哥，好久不见了。你比较适合去大闷锅。好，我提供一个那个好制作单位的那个例句：大哥离家的时间越长，大嫂就越想占有我。什么东西啊？怎么会有一个女性制作人？我输了，这个什么？好，各位同学，老师，我要宣布。除了我们制作人以外，我选杨同学。关云长大哥是条汉子，对不对？我们在语文题里面还加上了一些历史，忠孝节义。是我想太多了，是吧？还好，他写是个汉子。没错，不管怎么样，又有人得分了。
各位大哥大姐表现不错，特别是倩云同学以6000元奖学金暂时领先，其余四位的同学只要把握历史题5000元的提示，还有机会赢的啦。至于零分的陈奕璇同学，就替大家加油吧。记录重要事迹的历史题。武侠片对许多人而言都是童年最重要的回忆，国人武功底子相当深厚，那都要拜武侠连续剧所赐。而今天在电视历史题中，既然要提到武侠剧，那就一定得提到知名制作人杨佩佩小姐，她可以说是开创武侠剧新美学的重要人物。她所制作的武侠片有几个重要特色，一定会有大牌港星担纲演出，也一定会有好听的主题曲搭配，而每位主角的古装造型都结合时尚流行演出。马景涛、周海媚以及叶童，他们的演技曾经令你深深感动吗？而碧海晴天的凡人歌，以及末代皇孙的鬼迷心窍，这些主题曲你也都还朗朗上口。颠覆传统的黑色风格小龙女，与现代感十足的杨过搭配，虽然大胆，还是紧紧吸引你的目光。值得回味的大戏一部又一部。今天的历史镜头要带大家回到民国82年杨佩佩小姐作品中最好笑的古装大戏，要请您来猜猜这一位女主角是哪位大明星呢？注意看这位耍宝的女主角，她是哪位大明星呢？要认真看5000元提示哦。从现在起全程锁定哈林国民学校，记下正确答案，拿起手机传出简讯，就有机会可赢的哈林国民学校校服、酷炫的 MP3 随身听、流行的运动系列商品以及超时尚的电动咖啡机。哇，还有海洋馆入场券以及奖学金5000元。抽中参加奖学金挑战赛，还可以来现场让5000元变成10倍的50000元哦。你答对了吗？赶快打电话进来回答问题，就有机会参加我们的奖学金挑战赛。世纪的历史题，今天的历史镜头要带大家回到民国82年杨佩佩小姐作品中最好笑的古装大戏，要请您来猜猜这一位女主角是哪位大明星呢？请愿提示。哎，文先知，我看我们先喝几杯。真的有人报名啊？哎呀，是你耶，几个字？3个字。她现在怀孕了，吴君如。哇塞！挂电话，挂电话。哎，人不可貌相啊！真的，笨妹就是笨妹。哎，他有多高兴啊？怎么大家都在哎？因为他没听到，瞎哎一阵。他是台湾的吗？提示。如果真的没办法的时候，我才会提示。那先不要打。好，没有办法。没办法，你给我下去。有没有人要打？如果没有人要试试看，5000块，我们就要进入3000块的提示喽。哎呦，哎呀，对，属你资历最深，应该有机会。不要急哦，不要急着把答案讲出来。中间那个男生是李立群，对不对？你要是猜李立群，不是，我就喷你。不是，哎，不会。我是从他演技的小动作看出来的。他有拉一下那个 bra 下来的。这个动作没有3两3是不必拉的。所以他现在还活跃吗？开玩笑。哎，楼下都听到了啦。等一下，我讲的时候会很小。OK， 几个字？3个字。第一个字是。等一下，老师，你效果太大声。第一个字，第二个字，第三个字。怎么你们都拍手？答对了！真的假的？假？怎么可能？果然是老人，很可爱。
cute。不过他说的那个是很厉害的一个观察点，嗯，不能讲不能讲，他有观察到一个很微小的地方，很细微的。3000元提示，想办法把脖子包起来就行了。脖子包起来，看了人心惶惶的不好。这个头拆头拆把头拆差一个大方，差两个好玩，你差几个？8个。天哪，我女儿真是难为你了，赶快换一下啊，换一下。脖子包起来。哎，脖子包起来啊。好，我才差一个。哪一位？我知道了。那是你。你不要说我笨，我一点都不笨。我知道你一点都，你是蠢。他身材很笨。我喜欢他的肤色，嗯，然后他到现在还非常活跃，哦，他其实赚钱赚很多，可以不用在演艺圈继续工作了，可是他热爱这份工作。你要讲多久？好，我讲完。请挂。答对了。我没事，这种事骗你干什么？好了，5000元、3000元都有了，各位。你们现在打没用，你们现在只能比快，拿那1000块。1000元提示，我一向对这种吃喝玩乐都不懂，半俗女，半俗。小林，你想干嘛？要洗手，待会儿去。低级班的人哈，手脚都慢，你说低不低级？真的？什么？你还真的嘞？你太兴奋了！我刚刚前面就知道了，可是哎呀，手脚慢也没什么好讲的。不过有人手脚比你还慢。好了，那我就讲了。要不要声？哎，不用了，大声。大声哦！如果错了就好笑了。不要了。什么？第三次再听不到就要喷了哈！什么？不清楚哎，哎，你有点出息，你就大声讲嘛。1000元的得主，有点担心的。好了，到底是不是蓝心湄同学？正确答案。徐虎的工作都是我跟信叔替你撑着呢。庆阳死的时候，你也不在身边，对不对？海前交代，万交代，我要照顾你。他说你糊涂呀，对不对？我照顾你这么多年，你都还没有报答我，你怎么可以做傻事呢，爹？好好笑啊！谁说好好笑？可是我很想知道，就是前辈啊，他到底是从什么小细小细节看到的？告诉大家一下，你是看到哪里发现是蓝心湄的？演戏啊。不是，你刚刚讲一个细节，嗯，他演戏，因为那个时候心湄姐她是那个舞后嘛，所以她演戏的时候会加很多动作。你刚刚说她拉什么？通常，比如那刚刚那个第一场戏是立群大哥在讲话，那你旁边你接词的，其实你不用演，对呀，你就这样。他就在旁边那边动啊动。他说他拉胸罩了，是吧？对对对对对。你就讲嘛，就拉这边呢，他就从这里看出来的，嗯，应该是。你看，是哦，前辈不愧是前辈，哇，强项，甘拜下风。这可是终极大翻身啊，了不起！两位大哥大姐，媒体都拼了命的抢，结果同时以9000元奖学金晋级。那不啰嗦，马上进行我们的奖学金挑战赛 ，Go！ 哈林学校这一次的自由生出现了，分别是张德曼同学跟许建云同学，各得9000元。当然，如果你们两位不要拿90000块的话，就拿着9000元离开。压力好大哦。可以不拿，反正今天两个人再加一个同学，我们要送23万，制作人压力也很大。哎呀，当然这几率很小，可是要不要来搏一下？9000变9万，或者是零？好，谢谢。没有人回答，真无聊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奖学金挑战赛要开始了哈。要开始。9000，或者是9万。女生，好吧，来，奖学金挑战赛，请开始，请说出字体的颜色。黄色、黑色、绿色、紫色。再来一次好不好？
刚刚在试的时候故意不说颜色，对不对？他说刚才试的时候，我们说哇，你每一个颜色怎么都说错？因为现在不是正式来，哎，怎么正式来也是这样的？哇，三体耶！那我们给他掌声鼓励。艺秀一定想，还好不是我，对不对？真的不简单呢。没有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因为很紧张，很紧张。就第一个反应会照着念，对啊，然后手这边控制又不是很顺畅，对啊，你这边视觉好，课本，了解了哈。那你知道什么叫做胖子中的极品？什么叫做灵敏度？我知道了，胖子中的极品就是体胖啊。好嘞，可以哈。奖学金挑战赛开始，请说出字体的颜色：紫色、红色。绿色、黄色、红色、橘色、灰色、黑色、红色、绿色、紫色、灰色、红色、黄色、蓝色、灰色、红色、绿色、蓝色、黑色、绿色、紫色、黑色、灰色、橘色、紫色、灰色、黑色、蓝色、黄色、红色、黑色、橘色、蓝色、紫色、灰色、橘色、红色、橘色、绿色，这什么色啊？啊，紫色、蓝色、橘色、绿色、蓝色、绿色、黑色。五秒钟。红色、橘色、黄色、绿色、黑色、黄色、蓝色。是水晶酒奖啊！感觉这个时候会有特写在脸上。哈林哥，我错了，我应该是54题。你知道吗？你就是慢了一点，慢了一点。对啊，本身专长是写情歌嘛。少来了，写情歌嘞！我们这一分钟啊，要答对多少题是不容易的。超过80题。让你们看一下，同学有多厉害。来，张同学，我来看看啊。张同学啊，张昌元啊，张昌元，来，到这边来。就读中州技术学院英文系的张昌元同学，让我们来看看头脑灵活的他表现会不会比两位大哥大姐还要出色呢？快来看看哦。这同学眼睛很小哎，所以只要看颜色，不用看。才厉害，才好猜。来，告诉大家什么学校的？中州的。啊？中州技术学院。中州技术学院英文系的，希望拿了这个钱，好好的再进修，对不对？那你可以念英文的颜色吗？讲这么无聊的事情，人家只是要得分，念英文的颜色，你看他们就给你一个错误的示范。快，要快，按用力，声音大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请张同学准备，加油，加油！奖学金挑战赛，请开始，请说出字体的颜色。蓝色、紫色、绿色、红色、绿色、红色、灰色、黄色、蓝色、红色、黄色、绿色、黄色、蓝色、黑色、灰色、蓝色、紫色、灰色、橘色、红色、紫色、绿色、红色、灰色、紫色、黑色、红色、黑色、绿色、红色、黄色、黑色、红色、绿色、蓝色、绿色、红色、蓝色、五秒，橘色、黄色、紫色、红色。你速度会不会太慢了一点？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稳？红色，感觉还想对镜头做表情。我们答对了43题，各位同学，下课的钟声响了。我们今天自由生张克凡、许烨，还有我们的张同学。
哎，张同学，你还是有2500的奖金，对不对？好，拿回去，好好的，加油，拜拜。哈林公民学校下周功课表，电视史上最精彩的节目统统都在哈林公民学校陆续登场，陪着你成长的儿童节目快乐小天使，你想再回味一下吗？小朋友，我们喜欢唱婆婆妈妈最爱的台式剧场，又有节目经典画面要满足你的想念喽，带给你无数个 super 的周日夜晚，超级星期天，哈林老师的综艺处女秀，这里将独家重现哦。super！ 想看最多的大牌、最多的惊奇、珍贵片段，都在周一到周三晚上9:30，哈林公民学校。